小猪琪琪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猪妈妈管理着一家大公司，猪爸爸贤惠又能干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大将赵霞杀了个奇进奇出，小蝌蚪找爸爸，灰小子，白雪公子，这都是啥情况？不好意思各位，请吴老师的先上。天翻地覆，电梯，电梯穿越。你看我的脸有什么变化没有？哎呀，小了一大圈呢。这是为什么呀？爷俩好啊，老娘们喝酒，老爷们别乱插嘴。疯了，这世界都疯了。有谁被家暴？我老婆她又打我了，我媳妇上来就给我一个大屁兜啊。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换一个活法，就是从向对方说不开始。别动粗，来根细的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娶鸡随鸡，娶狗随狗，男人就得跟着女人走。我喜欢现在的爸爸。装什么呀？戴个墨镜，怎么能来这儿看我丢人呢？我摘下来。